爬树吃得一波等等，绕路吃八下过上网，跟你要了你上网的西北吃着吃。人家要来人找麻木是哪？我是需要最飞白飞钞票。还有如意来人一你最飞白，你既打带娃和背娃。该多种我你遇见呢？人中最飞将啊，是交马一千六百三步发的。最飞将啊，就预该人是八一波八得四。预该人中最飞八级于一人门多种我你遇见过个鱼是即一百门啊。北市连任也是你预就能给把股自首即卡西即得160%的财补能你中费用若杀马四七人交不发的占股的交马一起六八三不发的预该八门若得漏谁得的是这一份必受可通知西北占股10%交代的说让中这一份的八级余多中预就与日有计依然门多中的不必过杀错女我称日语用古本意方便说人中这副八级余多种八个门次有几得杀得五得漏得补或得在五说这副人说多种来这一块表示有的我女依旧能够虚量只要你通过这副表告马表示手里的人是把握不多种依旧的物质是把得在杀五这过些呢就像是把这我就傲美若无阿伯接着伯等来这差朋的导致修业人说造的次欲就叫你让中来这修业连把菜杀发的说欲给人事多中把的你杀门若大姑娘我妈失去的红波的手里一买造的次欲就个女子是吸毒大火的让中红波七杀发的还有是把这夫妻记就个女的我就个女的不的个女的傲美根据这份报有家务责任方式上中协会的发牌证据说码头的整顿预计自然是有业务移动政府的普及和普及若这份报通知收入到的是连任业务的移动政府必收即整体比例有达到65%可同时西北证据省的部给八万底这份报的事业话务而且责任已经切取大众的莫高该对美博古聚集接费三月卡瓦克西无差阳洗地协会出门来日水果的等小五的合伙秘密而在我大姑娘一年第一年我约在驾驶的协会合适你对对吧我来账目几乎冲击人家楼通人与西鹏在里嘎鬼与就是日己嘎鬼就可以来了养你的于是楼通人与先鼓励在里据我求助结果求助给人家给导将些给爱给配置些鼓励而家里是6%要4%服务家第一笔求职的去年是楼人列瓦他用错女用古困古称中国求医记住在交家大屋将写给额叶配置的塞古地将过今年里只重要你个配置服务家服务家里是3%的列服务家我母里只也包括室内公里可地楼地女里级可挖布女婿别子可续门极高第四级的或地生冷的灯主要是这个输入的电流这块啊我们这次检测的话是要看它这个额定值和它实际的这个数值之间啊是否有较大的差距哦、啊、如果的话这个额定值和实际的数值之间有较大差距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像类似于火灾这样子的危害发生在沪上一国秋季服务价格赛谷地呢自也是次年带插棚给居瓦线查复角子嘎不往插棚呢闹别吧或者是别吧一枚比四亚窑的别色负责于那你负担着消费者与我能嘎外付货币你就给你外外热人出红四月女姐让上预约目一呢自己嘎都不忙呢已将扎冷西嘎降血打无等子血就忘得插棚消费者都多能要呼吁服务嘎插棚而虚娘今日爹自己嘎都不忙也连杀业务你系剧本或者是发扬我们呢是建议尽量是选择就是品牌比较大的然后呢要在正规的这个卖场里面进行购买哦这个主要呢是要看它的保修哦最好呢是要选购一些有全国联保的这样一些产品哦第三个的话呢是要看它的标识标识的话呢不仅是要看像我们平常上面会标注的一些生产厂家厂址之类的一些标识信息哦另外的话要看一下像3C认证啊额定的这个电压之类的隔壁于是万物呢写古地几年而家里是60%是古地以外的人过当高我你预计日记里不往这里差写古地呢我是黑了攻击人写差的把人的水吧
格类公检是与否任用，偷工减料覆盖消费者的意愿之下的市场出牌，带来差评夺权。搿要来消费者退便宜，或者是相对带来差评卖给，结果呢越越勿期望的。也就是古地以外面司机东发上空来过，隔壁秋季呢，博弈要猛的给配方队在古地呢，只帮伊买五十粒脑猛脑五的软白差评。我是市场做货，或者是软白在古地吃你现差的。可是呢，是你个估价比，包括在里呢，把那要保证。所以我们过去进入有些产品进入大卖场，它必须要准入证的，产品合格证要提供的，准入证，那么提供了产品合格证，我们卖场才能接收。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呢，进入我们这个温州市场以后，它就不需要这些，没人去监管，也没人去要这个准入证了。所以说，它只要能挣钱、能便宜的，我们有一些小商店就都把它接受进来了，接受进来又卖给消费者。古地便宜了，你了买不？古地便宜了，那便宜那便宜，我买好那个么子呢？我买好了，你买到货上了？哎，还便宜快没？太便宜不会买。为什么呢？质量不好，我不保证。作为宇宙举目最大的古地维修店，是中国的次维修物业公司五杂能医药门家业。本班级都给了维修的三股的，往得最多的只帮一卖的啊，五十粒软白的三股的。比如说，这个电源线的长短问题，那么电源线的功率输入就是那个粗细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观的这个材料上面的问题，产品说明书上面一个地址、品牌和电话，统统都是空白。在渣男上面下的三股的给后门呢，你在三股的一直在渣男的语言养娃呢。以前啊，只有了十年带地之乱扩地之红，给列次本百姓药家最多的三股的障碍带被过卡。我们先找了一次地之乱，我来呢选择没得碰巴的，可以要看见 A 等的软巴的地之乱障碍被过。医药门过，要得你功能的吸取部呢是地之乱最专业的配件，啊，正是药能该东西的吸取部呢啊最容易去忘的。一个美的的正牌的这个电磁炉，它的线圈一个粗。对吧，一个密，一个面积大，直径比较大，那么它这个里面的材料呢就是用得很规范。那我现在拆另外一台，那个就是我们市面上我们称之为杂牌之内，就是爱情牌这个电磁炉。那么我们一打开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一比较，你看这个铜线它就开始发什么发黄变色了。它为什么变色呢？因为这个电磁炉功率都是比较大的，1800到2000瓦左右。那么它使用的时候，由于它线圈盘变小，这个铜线变细，那么带来后果就是这个里面的局部加热，这个热啊，温度非常高。那么这个温度高了以后，它就会这个铜线就慢慢变黄。那么再稍微用长一点时间，它就会这个之间会短路，就这个铜线之间一短路好了，整个机子就炸掉烧。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电磁炉呢，它更夸张。它就是绕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就把省略掉，隔开绕了，就是表面你看的面积也有这么大，实际上它的线圈是少了一半。噶最早的次是地磁红，至于了是噶也，地磁红的红西和古尼斯呢也讲西也讲，要是古尼斯多种的鱼肚包刺和切鱼用肚刺，是举动地磁红喷在的脚也不忘。噶要买到软白的地磁红呢，让这是挠鱼肚包刺和切鱼用肚刺的。这是个风扇啊，这个电机带动风扇一转，然后把这个热风给吹出来，这个原理是这样的。这里面一个热保护，这里面是一个熔断丝，也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有安全保护。就第一个，我温度超过，比如说它这个温度比较超过，打个比如说超过100多度的时候，首先它自己跳掉以后，假设这个东西失效的情况下，它还有一个保险丝，比如我这个保险丝是130度的，它超过130度，它自己就永久性的给它断掉了，你就没办法恢复。如果是前一种，它可以自我恢复的。那么对于有些产品，它这个就会省略掉，那么省略了带来后果，它就直接会把我们这个电吹风这个风扇会融化掉。也就是说，有些人用这个吹风，用这个会有东西滴下来，就是塑料会滴到我们头皮上啊，或者说是滴到手上去啊，或者这样对我们人身会带来伤害啊。那么它的原因就是损这些东西。这还可能我自家包包
讲了头声消费者，怎么些固定呢？非只吃固定啊！我们依旧能无能过，一方动地一方富。要来如把个些固定呢，给来们通过安尼出些互动吧，得几吧，这里太些是个差红。还是说怎么些固定，这还是找证据的地理嘛？那能这里也无为怎样不急记录过个次东西？记录这个上网。本院让我宇宙方案和宇宙两个人在做西部举办的宇宙最美八个人证书活动，已将站在摩罗图片下头。人家要八年级任务的与国父接线呢，我可是本院让我宇宙方案的卫生公众而来解释。搿个来接线呢，基本我是接线只拍的数目接线。搿要一句与国父接线呢，是对日来的，是无耻的。搿今天的节目呢，我要找娘婿娘婿，给见与国父一面的一个人。下一次，该届新华五次的与国父，一个人个人本来就是说话没意，每个人的别人吃那个我许多轻松还是许多自然的。此届新的人，我还该一叫轻松爱富的资本观念家，估计该文章股是许多运乱。我对面就是最多讲的，也是该文章股的资源股谁拿的？我对面还要给那个乐于头个人了一个四个人，等个人了一个四个人，还要三五或三五。我是该一副媳妇是个女姑父，该二门里还要做故事是对的。原来人家这个头文人一个人头几年同居是没改的，叫你中秋节给他头文人一个四个人拿的玉布呢，做五百改。一个人参加自问有没有派及女姑父接戏，只是接戏给那个摄影团的顾家呢，总顾家把这个弄了。我妻子她也那会儿人不在嘛，她只能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会儿我们还没结婚。需要一记宇宙的人跟那个余国富跟那个摄影人者有点点人的朋友接来，带这个去解释一桌上无一记，说该记十五十个余国富的来，他给上边呢都给美丽大火的美大现用的给那个乐语。叫你这乌鸦要能去我们这个跟上面没吃来，还是个跟你们个那种下去的那张阿姨，该估计没要该上个初一能知道啊，超考的该让我把海人考我吃叫我妹，老是无锡的毛乌呢，把工的本上个刹车我把乌麦两那过。最好在那头给王当姑娘家，你直接吃家。大姑娘说：“大姑娘家总是饥饿的要过要歇，吃饭是许多轻松，还是许多乌毛。”我爱姑娘们，可是还是毛和睦相处了。哎，我是去我去我去的，俺那边多白，俺那个都没有那是弄哪个管了？哎，杭州比没弄谁管，还没来谁管我没人比。陈大人带子女呢，还比带朋友一些。该文能过个沙兄妹，人生有说爱和日要的话讲多种，几可人几？那个给沙个人呢，我日你要认，我等妹妹。我爸爸，别人看我爸爸很那个了。别人乍眼一看，感觉他很威严的，其实没有的，他很随和的，很好讲话的，跟我们都开玩笑一样的。完了，然后该朋友的时候是朋友，该父母作为长辈的时候，他也会很耐心的，各方面的会教导我们。我们家三个人三个特色的。性格中一等，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亮点。许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给了一姑娘呢，我是许多文化普通的。说个文化普通的背后，给三个兄妹身家我是独立的。一个人要不懂的改善，也可以无谋事事。这个又是给三木多中最美的过程。美在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吧，这可能也是我爸爸妈妈从小教育我们，然后我们独立自己形成的一种独立的人格个性吧。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最有特点的地方。在每个古董，我要是个古董文化，我要是古董的最美的地方。这些宇宙最美把古董活动多种，是在那里给那个文化普通越南的男孩男娃要多稀的。多多人大部分要想吃，写两个感到美好古董故事的，称嘎子本月娘我宇宙方我为上公众啊。你是需要个最美古董的，称倒回来一片，记录过个这个事。记录这个上网。叫你吃，我你改来带本年涨口处开始实地。还有如果消费者怎么涨口处呢？都该拒绝吃，固定还是许多任务。哎，商人要苦惜在狂来发扬，结果给要把二把本年涨口处买的，固定是一百多的嘛。哎，不出马了以后呢，而且去耕耘的呢，是常常去忘的，去忘的呢，出家去东修去西修，得苦惜在桌子呢，是富要上西富要上。
本案正考察，如果那么经过喷发车险要求，没有一些若黑房事件的购买，可用到中介事件的这个先求的次数，要不正考内和服务税，可以放置要美居处、中东八处的等，这也是区别于要求遇到先求的中居处。今年研究员以前是要没有去开始要本案正考察的实地，是一个国家。可事业是地政考的处本来是被移动时，包括区务车库用具不在，本案政考处的计划务务就这样吧。故事买的在里复古家的处，还个日归来带吧。开了是一个两个月左右，那个发动机漏油，我们有在四 S 店维修过，维修了是2500块钱。原来叫你蔡女王。柯先生经过朋友的介绍，在宇宙百科指数先求研发公司买了一部澳居本案正考处，瑞虎拉伸与业处，得打一部车的估价是105万块的。可是 S 店里的车估价比那是被接近20万块的。柯先生本地知道是该部车买的真不易吧？是在研究你贵本夫人那个日子。11月16号，我开车到上海出差，车子在高速上抛锚了。现在造成发动机损坏，现在车子坏掉了，要差不多20万来修，整个发动机要换掉，没有用了。通过这四个月的时间，要积累去联系买本，可惜才过。头次去买本，人家保险公司里的发牌的，你要如果活动只出就要红老药，付包括保险项目对买的，这个给维修费用啊幅度，可惜现在还有多税吧。第二笔是活动只去买本，根据对沙货家庭以及十多种找的次，过几个女人是活动只要买个次郎这一股如人张教生赔了20万税息，说活动只工作主体物具赔了20万科技人逐步独立，只要惹人活动只跑。可惜结果该不出马来到给你解决不及长教是复古浪的日子，应该是出帮上的在里方的，也应该要江西西无杂，大概是江西西同意拨可惜些第一份无休费用，包括第二日要一等西七一万一年时，这个一年的只要一点过，故事可惜些的出也要最后些在里扎人不惜万物一万的估计，可惜些家事业任路日获了无休，可江西西老介意。他说要这次的维修他们可以承担，就是20多万，20多万可以承担，他说接下来的东西不承担，那我说不可能，我说中国我们消费法2012年出台的3年6万公里，随便哪个销售商都要承担的这样的法律责任嘛，现在争取就是说他们要修好，商包要给我保障，不然的话我这个车子我就要叫他退掉。在江西西主任队去一起跟党的一年里，还要本案正考处的九号礼拜五日到底包括哪类内容？为了保证柯先生的来日给做人称，直接对的人拜柯先生西门找了宇宙百科指数先求研发公司。说宇宙百科指数先求研发公司的地理，给那负责人岳江雷狂的直接过，给那个公司还是投币嘛？本案正考处柯先生的干部处还是给你找体征过的。提一张厦门大概最没有一家公司的登高来的，同岳江雷过，人家日本区本案正考处的九号五位退役的话副机遇，那把货和本案正考处对着在白，上个月马都的正考处呢，只能够养在对沙货西尼不西找的任意在白，可惜这个改不出，正在中改人家。提一张的改革正考处由宜江府改不出，毛这里责任不细。四 S 店没有保修的，是保险公司保修的。保险公司，我们现在保险已经保了，保了保险公司，那现在有没有赔钱呢？不知道。我先把它发动机先修起来，钱我先出掉，是吧？那后期的事情，如果他有个那个，不是有个保险的条款的，保险条款里面以内的，我可以帮你承担。当时我也跟他说过了，如果保险公司以外的，我是没办法承担的。岳江雷可直接过，该方可处理大类的白皙，本不是可四 S 店里能够是一个对桌整部车的载板，该只是带不出的要来与商人部级对桌载板，还有德龙白一个阿雅，这个是实在麻烦的。该要如果要来负责与商部级的维修和本是白级的处理白衣，我家车子日暮错别，这里是给你出马去衣，我也将可惜些过把的。人家的可惜些，咱俩可是西游城部车的载板服务。
标矿公司来过，是呢，是在还是因为一个疑惑，格来胡同里是出牛区各一份的密匝疑念，还是无我之而话。所以说现在呢，我修之前我不必须要跟他签个协议，是吧？那果说无凭呢，我这个是他先定时炸弹验车几万个部件把拼起来的，万一以后又发生什么问题呢？可惜结果若将来出牛区的疑念是太扎人，人家次数是说中改将来需求的，有养地稀有的该那个次数杀波无二，可该不出来大量的百姓啊，不是日期路的，他这个百姓的能力啊，不是日，人家出去买本多于也要你将些媳妇炸，说话的可是日管是公国公要来，不国不要来，但自己胡个意，说话可是日管挖国务。就来我你这个库西山黑布站口处的日管。库西山国，我是消费者，我买了一处养多稀有次处沙坡屋。噶江西西国，我只晓得公司对处理大的百姓代理的内容负责，别人负责。黑本案站口处到底还是还稀有剥修剥瓦剥胎的次处沙坡正常呢？后来的该是给卓人称，自己呢啊，又找了宇宙消费者与百物委员。宇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书记郑义武狂烈指责过，本案进口处做双向思维，人家带给个沙坡问题呢，还是一个实地阶段。若今年六月开始，该国直接中药去啊插盆管理中心，另外中改澳洲将在日月做以外，中改上门审查表示国防一家公司，说本案进口处处人员另外开启国药处处沙坡表示实地工作，根据实地工作的通知章里次，人表示处沙坡系的表示指高，人若这个处处沙坡系包括的表示化物，将你家位于处处沙坡举动研究，说表示有我之意内，不得采取四处沙坡系降容。从他的通知要求来讲，那就是说整个的商包规定就是一个保险的范围，而不是呢某一点或者是某部分的部件进入了一个保险。所以经销商在中国只要你销售汽车，就要履行我们中国的商包的一个规定。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从看到的文件从一个理解，保险的享受人应该是销售商，是进口商，所以呢消费者的享受就是向经销商要求自己一个商包的一个权利，所以经销商就要履行自己的商包的一个责任。争议无果，要么都正考试或降息息，就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能预接通知要求，对人部处展开投标，只在此处的事业部级展开投标。该单位消费者服务局的廉价化在杀价的降息息，惹人骄傲阿累。目前这个柯先生拿到并且进口车以后，出现了一个质量问题，可能在温州的销售商他也很纠结，因为他上面的那个进口商他投保的，因为他投保的可能是没有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文件的商包写来要求，他可能是投保了部分的主要的部件，那么对整个商包的一些规定的一些负担，可能温州的经销商他就会很难以承担。但是像这一类的话，根据我们要求的话，他们就得承担，就得在符合商包的规定。所以我一个建议就是说，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太成功，我还是支持，作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来讲，还是支持消费者呢去进诉讼渠道，就把这个平行进口的商包险在中国是如何落地的，应该是消费者应该是如何享受的，应该搞一个明白，才会比平行进口将来是一个为消费者才会一个更好的服务。依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建议，可惜在碰上那个九二五的问题，还通过司法途径找解决。在得解决本案进口处实际过这个上门二货消费者找骂的固定还要比搿到多人出要买本免费维修呢要欢喜，退出话出的火锅吧是许多许多目望，毕竟先前审查之年我才是改了，拆除之年是哪些呢？无就跟人帮的也勿许多的。这个人家要买到本案进口处呢，我是没把还是欧边的给那个人机呢，跟你四 S 的夫人物有物人，多多人家拿给我，我家这娃给大。当娃给家的大人们真是天国之啊界吧，该对消费者这里过呢是稀多付货币，还是过对本案在口处要把给护理员护居员这里我家正一步的意义啊，等等省事。给你个三方过来，虽然大国人当中东黑幕成了个寂寞日本，我你忙接这来。